一个是那个齿轮箱的结构问题，齿轮箱原来是干模式，它就是说那个齿轮就出现了磨损，现在就加了齿轮箱。情况就是装了一个油罩，这个油罩里面呢就可以加那个黄油，保持那个齿轮的润滑，不存在烧齿轮。这一个呢，就是因为前两次试飞啊，都感觉不大短，总是担心安全问题，不敢放手来操作，油门也不敢加起来。后来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以后呢，就把这个驾驶舱，这里面加了一层那个防护装置，一种什么超强的反应。它加了以后呢，人在里面操作的时候就放心一点。看驾驶起来也可以随心所欲的。还有一个那个减震方面是加了减震，下面都有一个减震胶圈，所以它落下的时候比较轻松。平衡就是靠这个平衡舵嘛。它可以控制整个机身的左右。前后左右，它既是平衡装置，也是这个前后转向的装置。还是有一点老过关，就是说，特别是油路方面，一个是油路方面，第二个是舱体问题，就是开始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，舱体比较小，对，舱体小一点。但是总的来说，今天还是成功的。首先呢，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62周年，这是我们每个公民每个老百姓就是说一件心目中的一件大事。我呢就是说，也通过这种小小的制作吧，跟我们的祖国加加油。还有我们的国家的最大的一件事，就是说太空飞行计划天宫一号。我也预祝他们就是能够圆满成功，也为他们加油。我同时呢，就是说，
就是说希望就是说我的教育理念能够跟人类能够做一点贡献。